火鸡牛肉，吃火鸡牛肉，交天下朋友。啊，牛肉棒，肠皮再放。有牛皮，老板说牛皮是熟的。熟的。好，吃完了可以加，但是不能浪费。对对对，这还好。对，这还好。嗯。先喝个啤酒，今天有点热。对，喝点啤酒。我们今天吃牛肉，改善伙食。今天中午吃的是神仙豆腐，喝了两碗神仙豆腐，喝饱了。现在我们喝的啤酒叫纯麦重庆啤酒，看到没有？纯麦，厂家看到了，给我打电话啊！我没给你做广告，你没给我赞助啊？我尝一下这个酒怎么样，味道？嗯，麦香味还可以。这边喜欢吃牛肉哈，但苦度不够，有麦香味儿。我看看这里面的含量。饺子的虽然给四川县城政务员，俺们平常如果不是像这些放假的话，像这个时候来，基本上都是排队的。对对对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家的所有原材料，就包括我们家的酸汤，我们都是用的西红柿。啊，小锅的那个西红柿和海蛎，蛮多的。哦，我们不添加外壳，添加就不添加任何东西。对对对，你又加了一盘。我们这个是通过市场管理局，就是说几家单位来平时过来考察过来验啊来抽验过来，我们家是，嗯，晓得吧？嗯，我们家的所有东西都是食材过来的。而且我外头都有十多家加盟店，家家生意好。啊，就是你加盟的是吧？哎，加盟老字号。驼记，那个字念驼，驼记驼，三声，驼记，鲜牛肉馆总店。对，你看中华美食，十千特色，最关键是下面那句话，加肉加菜不加钱，是吧？吃驼记牛肉，交天下朋友。啊，这个非常好，确实我们又加了一盘肉。那老板不亏了吗？交朋友啊。交朋友，那你决定要跟这个老板交个朋友？交朋友，对，交朋友，交朋友。我这个酸汤注意是，我前天上贵阳去，我给人家带了这个，就是一种酸汤哈。啊，酸汤。我煮的时候，那个就是另外煮的，那个就是拿去加水。啊。就是说一斤酸汤加三斤水，加来就跟我这个味道一模一样。哦，他又加了三斤水。对，一斤酸汤加三斤水。那我前天我上贵阳去的时候，我再带了几斤回来，啊，给他们带一点。现在过两天，我女儿明天从贵阳回来过后，那么就是还要跟他们北京的发天津的发北家，直接发酸汤吗？啊，发酸汤吗？哎，发酸汤。你酸汤是加水，多少钱？多少钱一斤？三十块钱一斤。是你用什么桶装？用瓶装。看一下这个牛肉，嗯，不错，嗯，可以，好吃。这个南瓜能不能包装的？大姐，这个南瓜还可以，你要吗？来，好，谢谢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老板还好，这里面这些菜，所有这些菜都可以要，都可以再加，只要不浪费，嗯，可以都加，哎，只要你能吃下去，我们就是拒绝浪费，对，就是说你吃好吃饱，这非常好，我赞成这一点，哎，就不要浪费。对，老板这个理念特别好。这个肉有嚼头，锅里面一开就可以吃了。鱼筋，嗯，好吃。我在想哈，
他的问题，他不会亏本的。牛肉很贵的。我们又要了一份，啊、哦，好吃。哎呀，一盆没吃过瘾。刚才，三人同学问我，这不吃亏了吗？这牛肉这么贵。对呀、啊。人家老板说了，是吧？交天下朋友，交朋友的。所以说我们又吃了一份。所以他生意很好，人家加盟店。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生意都好，都是排着长队。啊，我们今天到了他总店里面来吃，十千的总店确实好吃。嗯。它这个菜所有的桌面上这些菜都可以加，只要你吃完了都可以加，但是绝对是不得浪费的。这一个火鸡鲜牛肉十大好吃，真材实料，好味的鲜香，完了。冬天御寒，夏天缺胃健脾，价格优惠，大众消费，简单方便，新风俱备，依然这边回味无穷。来，文哥，吃了好烫。时间是火鸡鲜牛肉火锅。吃牛肉泡汤，但是牛肉怎么了？那就泡汤。对。哎呀，我们把牛肉吃出文化，吃出深度来了。对，不错，这老板是精品店。白肉粉，特别嫩的。即便是牛肉，它都比猪肉绵。嗯，是不是？对。你就是去买来骑的时候，你都知道它比猪肉难骑，对不对？嗯。但是哪可能说它吃起特别的嫩？我之前啊，前年的时候，我在温南吃了一家牛肉，也是这样。对。对，老板刚才介绍很不错。嗯。这老板跟我们讲，就是外面有些牛肉。很嫩，吃的不老的牛肉，但实际上增加了一些化学的东西，所以不好，就少吃，因为牛肉比猪肉怎么都要老一些。嗯，可以，很不错，这老板对，从店面，嗯，还有他的经营理念，还有他的材质用料，都是真心做实事。文哥今天一定要跟他交个朋友，不然他今天要吃三碗就把人家吃穷的。不可能吃穷，对吧？就说是老板还好，不赚钱，这个人也好。嗯，我们今天要狠狠的吃，撑个肚子，为了交这个朋友。别老对着我，对着自己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交朋友，要多吃点，敞开肚子吃。